男朋友劈腿。那个好贵。哎，网上约几个鲜肉。哎，这我没蛮帅的。哎，这我昨天上还不错。你不要难过了，反正那个条件那么好，是那男生的损失。宝贝，对啊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有抱男友劈腿了。劈腿？那男的好坏坏，好坏坏哦。没关系，你还有我们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真的。我们是好姐妹，我们要一起替他加油，加油加油！等一下我们去喝下午茶就好了，贵妇下午茶，开心开心。嗯，还有我们，嗯。帅吧？哎，帅怎么了？他说男朋友劈腿。那个贵。哎，网上约几个鲜肉。哎，这我没蛮帅的。哎，这我昨天上还不错。姐妹都过得都比较好走，快快，我怕你关在里面，关在里面是迷。叫你换一个了，你要知道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介绍一个大波浪的长头发给你。大波浪，大波浪的长头发给你。超厉害！马吉那边好货。你走不早说，走不早说。精华都给你了，你看在 B 槽里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卫生纸吗？有的人是因为日剧，有的人因为韩剧。你这个应该是因为洋剧要用卫生纸，西洋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剩下你懂了啊？好，交给你了。